大家好，欢迎收睇第三集嘅香港文学地图，萧红。今次又有我呢个文学侦探同大家去探索萧红喺香港嘅文学印记。但系今集有少少唔同，唔使攞张地图出嚟住。点解？因为我想大家坐定定，同我一齐睇下呢两封萧红嚟到香港后写俾朋友嘅信先，一齐睇下入边有啲咩线索啦。呢封信系萧红喺1940年6月。来到香港未够半年的时候写的，当时他在信里面提到自己的健康状况不是挺好，写几日文章又会病几日。香港的气候又潮湿又闷热，跟萧红习惯的北方气候完全不一样，所以令到身体一向孱弱的萧红难以适应，还埋下之后肺病复发的伏线。除了未适应到香港的气候，萧红在心理上似乎亦不太能够融入香港的生活。在另一封萧红写给朋友的信里面，我们发现萧红觉得香港的环境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写作佳境。他喜欢这里有漫山遍野的鲜花，有鸟语，还有令他为之神醉的海洋。可惜的是，萧红在这里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他觉得非常寂寞，心情经常都很抑郁。身体和心灵上的多重煎熬令萧红的失眠和咳嗽越来越严重，但是在1940年的香港报章上面，我们仍然可以找到萧红发表的作品，例如《后花园》和《呼兰河传》等。可见他即使身体不舒服都依然不断地写作。找到这么重要的线索，当然要交给专家分析了。不如问一下黄念恩教授，点睇萧红喺香港呢个异乡嘅创作之路啊？1940年嘅春天，萧红同佢嘅朋友道别，由重庆飞去香港。佢话要同端木蕻良编一套大时代丛书，可见佢系怀住文学嘅抱负而嚟香港。好多传记家都认为萧红喺香港时期十分之孤寂、惊恐、疾病缠身，但系同时佢喺千里之外嘅殖民地战火里边，写出咗怀乡嘅代表作《呼兰河传》，以及突破个人风格幽默讽刺嘅《马伯乐》。但系喺1941年嘅春天，萧红嘅身体终于支撑唔住啦，于是佢被送去玛丽医院。经过多次检查后，萧红确诊肺结核，之后病情恶化，仲一定要住院治疗。而在养病期间，萧红被医生禁止读书和写作，后来他因为忍受不到枯燥的长期住院生活而坚持出院。出院之后，萧红回了屋企疗养，但是因为屋企不方便医病，萧红的病情一日比一日差，饱受失眠、头痛和咳嗽困扰。根据不同的朋友回忆，萧红当时在日头都睡得不好，走少少楼梯都会不停喘气，之后还因为肺病和其他病痛进出过医院。虽然是这样，萧红依然拼命写作，先后发表了《小城三月》、《918致弟弟书》等作品。学者卢伟联形容当时的萧红正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他一生创作历程的重要段落，好似一早就知时日无多咁，所以拼尽气力去发出最后以及最灿烂的光芒。由于病情转差，萧红唯有再次入院，一直坚持的写作亦只能停止。萧红原本仲计划将连载紧的小说《马伯乐》续写成三部曲，但在住院期间，《马伯乐》的全稿已经刊登晒。1941年11月。病到无力继续写作的萧红只能够好遗憾地说，我好可惜还未为忧伤的马伯乐提出一个光明的交代。自此之后，萧红亦真是再没有机会拎起纸笔去为马伯乐或者为家乡呼兰河写另一段传奇了。今次我们找到很多线索，见到萧红在身心受到煎熬的情况下依然拼命写作，奋斗不息，并发出惊人的创作力。接住落嚟，我哋将会到访圣士提反女子中学，追忆萧红在香港病逝前最后的一段日子。